and they, they said that they'd been told it was in breach of the olympic charter. so i just wondered if you could explain that no, position. It, it is in the olympic charter. i don't know what the conversations were about whether we told them or whether they understood or whatever, but they could part. thank you. yeah. next question was a gentleman here. yeah, Mark, in blue. Oh. could i just make uh, uh, some supplementary remarks because uh,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e, we really have to take a very uh, uh, solemn uh, position. Um,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Taiwan i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China. This is a well-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We are always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cluding China's Chinese Taipei, the reg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ank you. That do include Xinjiang cotton, is that a brand that the ISC is comfortable representing? Uh, to be honest, I'm not aware of tho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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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uh, I feel obliged to make a very quick comment. I think the so called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is. Uh, Lies made up by deliberate groups, and uh, the relevant organisations have uh, provided a large amount of facts to dispute that. And we are against the politicising of sports. Thank you. Wei, um, uh, are you aware of who um, Peng Shui is? Uh, are you aware of her post on on Weibo? And do you think she is safe in your country? Uh, well, I'm sorry, I don't really know that. Hi, uh, Mark. I, although this question is uh, raised to you, and although um, the issues are irrelevant to the Winter Games, but I still feel obliged to to make um, the, the quick comment again to say that um, 别有用心的势力。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的二月十八号，星期五。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视频呢，是发生在昨天二月十七号，是在这个北京。当时呢，是国际奥委会在北京举行这个例行记者会。这种记者会呢，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它应该是每天都举行啊，每天都有的。但是呢， 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大家从这个刚才的视频里都看到了啊，就是记者会上的一位发言人啊，一位叫这个严家荣的中国女士呢，她是表现的是火力全开。一方面，她呢是不断打断这个记者会主持人的节奏啊，她呢是不断的要求她自己呢要插几句话来说，这个呢就显得是这个不太礼貌。另外一方面，她插的那些话。 大家呢都听到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政治性的宣传，像什么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同时呢，这位女士啊，她在国际奥委会的记者会上讲这些政治性宣传的同时，她自己还说自古以来就反对把体育政治化。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非常赤裸裸的自相矛盾，自己在打自己的脸？ 这位叫严家荣的女士，她现在的这个官方的身份是这次北京冬奥会北京奥组委的新闻发言人啊。刚才视频里那个记者会的主持人啊，那位叫马克的男士是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言人。那这位严家荣呢，是北京奥组委的发言人。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一些外国记者呢，人家主要是向那位马克提问啊，没有几个人去提问这个严家荣，但是呢。 这个严家荣呢，他呢就不断去打断那个马克啊，他自己要求是不断的插话啊，说这个我必须要补充几句啊，我必须要再补充几句。这个呢就是这个严家荣他昨天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啊。严格来讲呢，你像这种记者会啊，其实呢也没有谁规定是绝对不允许插话，但是呢，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像这位严家荣他这么频繁的去插话。 他这么频繁的去打断这个主持人的节奏，这个呢，最起码他也是显得是不太礼貌，比较粗鲁啊。而且呢，他自己他这么干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呢都感觉到这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这个虽然这个问题没有问我，但是呢，我还是有必要再插两句话。看到这儿呢，狗哥是自己啊都感觉到是有点尴尬了啊。而且呢，就感觉到这位严家荣这个脸皮真的是够厚的啊。记者会上。 明明是没有外国记者对你感兴趣，没有人想问你问题，那你插什么话呀，对不对？是不是感觉这个太寂寞了，受不了了？狗哥是查了一下这个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荣女士她的信息啊。本来狗哥在昨天的这个视频里看到她的这个表现以后呢，狗哥当时就感觉啊，这个严家荣呢，她可能不是一般人儿啊，就感觉好像是似曾相识，好像是在哪儿见过。结果呢？ 查了一下、啊、他的信息，就发现这个严家荣啊，他呢果然是中国外交官的出身啊。他曾经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是做过领导啊。新闻司呢，就是这两年中国外交部最火的那个华春莹、赵立坚他们的那个司，在那儿呢，严家荣呢，他呢也曾经是混过啊，在这个好几年前。另外，这个严家荣呢，他呢还做过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代表。 这个呢，就是现在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中国战狼外交官啊，耿爽不爽，他干的那个活儿。所以呢，北京奥组委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严家荣，他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外交官的出身，他至少呢也是这个中国外交部啊司局级的这个领导干部。狗哥呢是没有查得很准确的，关于这个严家荣他是不是已经从这个外交部退休了，然后呢又被返聘来做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但是呢。 他呢是比较有可能是这个状况，狗哥呢是从昨天呃这个视频里边，严家荣他的表现，特别呢是他对外国记者发出来的那种很犀利、很鄙视的眼神，狗哥呢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中国战狼外交部里边的这个华春莹华大妈啊，还有那个赵立坚啊，他们这些人那种针对外国媒体的那种很鄙视的眼神，都是很像、很像、很像、很像,很像的啊。 狗哥呢？现在是谨慎怀疑，就这两年，这个中国外交部里边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眼神培训师，来专门的培训和指导这帮战狼发言人是怎么能够发出来这种很鄙视的眼神啊？这个呢，真的也是战狼时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啊，就是靠这种战狼眼神就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境外敌对势力啊都鄙视到死，然后呢，就会让这个中国最广大的小战狼、小粉红们都感觉很嗨啊，然后呢，这个中国呢就总是赢。 所以呢，北京奥委会的这位新闻发言人严家荣，他昨天的这个表现，跟这个中国外交部的那几头现任战狼，他们的表现呢，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这个同门的这个师兄弟啊，师姐妹、啊。可惜的就是这个严家荣啊，他可能是这个年龄是太大了，他应该呢是从这个外交部呢已经是退休了，他没有赶上现在的这个中国战狼时代这个好时代，所以呢，这个严家荣呢，他只能在北京冬奥会上。 演一把战狼来发挥他的余热，而且呢，在昨天呢，还有这个比较搞笑的一点，大家刚才应该都看到了啊。这位严嘉荣呢，他呢是插话，是表达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个非常严肃的政治立场。但是呢，在他自己的这个回答里边，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在这个北京冬奥会上，台湾代表团应该叫什么啊？他刚开始说是台湾，感觉到这个不对啊。 又说呢是中国台北啊，又感觉到不对，最后呢说是这个中华台北，所以呢像他这么一位这个非常资深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现在呢还担任这个北京冬奥会中国官方发言人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他竟然对台湾代表团的这个名字呢，他呢也说不对，表现的是这个非常的凌乱。那大家说，中国政府他自古以来就在纠结台湾这个名字，在很多问题上、很多场合上，围绕这个事儿啊去搞事儿。 那这个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其实连中国自己非常资深的外交官，他都搞不明白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狗哥认为呢，在台湾的问题上啊，最好呢是承认现实，人家台湾就是台湾，这个呢又简单又好记，全世界呢也都认可你像这个中国在有时候搞的，把台湾的这个台积电也算成是这个中国的企业，你你这么搞，尴尬不尴尬呀？ 这是不是也太这个掩耳盗铃，太有点这个不要脸了？狗哥呢是自古以来就认为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承认现实，尊重现实啊。中国官方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中国的网友们啊，要知道这个呢是他们的政治性的宣传。那既然是政治性的宣传，一般来说呢，这个呢就是政客们的谎言，是不可信的。 啊，或者说呢，你这个从最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呢，也可以看成这个呢，只是政客们他们的一个愿景，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那既然是愿景和目标，这个呢，它就也不是现实，对不对？狗哥认为呢，官方它可以去这么去宣传。 他要这么宣传，谁也挡不住。但是呢，作为中国人个人，你如果说对官方的这种宣传呢，你去信了，认为官方的宣传就是现实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官方这两年，呃，这个宣传啊，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这个小康社会了啊，中国呢已经没穷人了。中国人如果认为官方的这个宣传它就是中国的现实，那这个呢就是傻了啊，就是被这个中国官方啊他是完全忽悠瘸了。如果在这个中国人里边啊。 如果说狗哥遇到这个有中国人坚定的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为这个呢就是一个现实的状况，或者这是有这个中国人认为呢台积电也是中国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对这样的中国人，狗哥呢肯定呢是会这个敬而远之的啊，因为你对这样的这个纯傻叉和脑子不清楚的人，狗哥呢肯定是这个高攀不起的，狗哥呢只能是敬而远之。这个呢是关于昨天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 北京奥组委发言人严家荣他的表现啊，狗哥呢给大家分享的信息，还有狗哥自己的观点啊。昨天这位严家荣他的这种战狼表现呢，也是被很多的国际的大媒体报道。一方面呢，就是报道呢他在台湾、他的这个新疆维吾尔人这些问题上的政治性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报道他不断的打断别人去插话，强行进行政治宣传的这种战狼作风。 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战狼时代啊，来自中国官方的这种战狼表演呢，它呢会不断的出现啊。你就像这次的这个北京的冬奥会，眼看这个冬奥会呢就快要结束了啊，再有两天呢就结束了。但是呢，像严家荣这样的中国战狼呢，他呢还是忍不了，他呢必须要在北京冬奥会上表演这么一下下、啊，让全世界再清楚的感受一下中国的战狼作风。很多网友都知道，就是关于这次北京的冬奥会，来自现代文明世界呢。 有两个状况，一个呢是一些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外交抵制，像这个美国啊、哎、英国啊、哎、加拿大、澳大利亚啊等等，这个情况呢，大家呢肯定都是知道的。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在这次北京冬奥会期间，外界很关注啊，就是参加这次冬奥会的运动员们，他们会不会有针对中国人权状况公开发声的这个情况出现？因为这次的北京冬奥会。 现代文明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就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啊，就是在人权状况加速开倒车的中国，有没有资格办这么一个冬奥会？啊，中国办冬奥会，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进行这种政治上的宣传，来通过它的政治宣传去维护这个集权统治。另外，最近这几年，在这个新疆、在香港，还有在最近这个彭帅这个事儿啊，中国政府它表现的都是非常的恶劣。那面对这么一个北京， 中国政府他办的奥运会，现在文明世界的这个政府们，现在文明世界的这些个运动员们啊，奥运会的这个赞助商公司企业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呢是围绕这次北京冬奥会这个现在文明世界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政府方面，这个刚才狗哥说了一些国家的政府呢，他是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奥运会的那些个赞助商们，他们这次基本上都是闷声发大财啊，即便是他们赞助这个北京冬奥会。 有很多呢，他们也不敢这个大张旗鼓的去进行这个宣传的、啊，那不愿意这个太高调。全世界这个从事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们，特别是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呃，呃，到现在为止，好像是没有这个公开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啊。你像这个呢，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基本上这个所有运动员他们最关注的，肯定呢还是这个冬奥会比赛本身，因为这个他们辛苦训练那么多年，当然主要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比赛是这个成绩。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你如果说错过一次这种奥运会，那可能这一辈子就错过了。所以呢，这次呢没有这个运动员公开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个呢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是这个非常正常的。但是呢，没有这种公开的抵制呢。 在这个北京冬奥会期间，没有运动员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你并不是说呢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呢他们就这个非常认可中国宣传的那种伟大牛叉，就对这个中国很满意很羡慕。大家来看两个新闻。第一个，北京冬奥瑞典双金牌得主，让人权劣迹斑斑的中国举办奥运会极不负责任 这个呢是参加这次北京冬奥会的一位瑞典的滑冰运动员，叫尼尔斯，呃，范德普尔。他呢是在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两枚金牌啊，所以呢是一位这个很牛叉的运动员。那这个范德普尔他在北京拿到金牌结束他的比赛以后呢，他马上就离开中国，返回了这个瑞典。回到瑞典以后呢，他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呢，就批评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批评国际奥委会让中国举办冬奥会是非常。 不负责任的，他呢还把这一次中国举办冬奥会跟当年纳粹德国举办夏季奥运会相提并论。很多网友都知道，在一九三六年，当时这个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是举办柏林奥运会，但是呢，在当时这个纳粹呢就已经开始迫害犹太人这些这个少数族裔，而且呢，在三年之后，这个纳粹德国还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国际奥委会这个组织啊，还有这个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啊，说起来是这个非常的高大上是反映了这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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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在很多时候，他呢也成了很丑恶的这种政治权利、啊、这种金钱还有民族主义的工具、啊。所以呢，在很多很多时候啊，他呢也是表现的是非常非常丑陋的。这个呢是参加这次北京冬奥会的一位瑞典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拿到了两枚。 金牌的瑞典运动员，他回到瑞典以后就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做法。另外呢，还有一位德国运动员，他呢也是在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两枚金牌。他呢也是比赛一结束就离开中国，返回德国以后呢，就接受媒体采访，表达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不满。这位叫盖森贝格的德国运动员还说呢，以后再也不会去中国。 所以呢，很多这个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人家不是说对中国就没意见啊，人家呢只是在中国期间呢不敢说或者不方便说他们的这个意见和真实的想法。啊，因为这个中国集权和中国的战狼们真的是太厉害太牛叉、啊。一旦很多运动员他们离开中国，一旦他们回到这个现代文明世界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边，人家呢就可以放开了说啊，就可以讲真话。 但是这些表现，在这个中国战狼粉们看来，是不是就是中国人非常典型的这种吃饭砸锅的行为？是不是就是这个吃了中国的饭，反过来他们还要砸中国的锅？对于这些这个来自外部的批评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啊，他都是无所谓的啊，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他举办各种奥运会，最主要他呢就是给中国人自己看的，他最主要就是要通过这个很牛叉的奥运会开闭幕式。 让中国老百姓感觉到国家很厉害、很牛叉，同时他利用这种主场的优势，让中国运动员拿到更多的金牌，让这个老百姓很嗨、很骄傲，继续感觉到这个中国很牛叉，这个呢就行了。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啊，他举办奥运会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然后呢，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自我感觉很牛叉的这种感受呢，就能够再支持中国共产党呢多统治好几年。 中国政府他要的最主要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冬奥会还没有开始，其实呢，中国政府呢他就已经赢定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就聊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呃，也希望大家呢周末愉快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